今天挑战20000的预算，在市场找一条紫罗兰的手镯，能不能找到看格格的？走。师妹们，冰紫啊，有紫还有冰感，不便宜啊！而且这还是要一手走，有没有姐妹有预算的，再团一手呗？姐妹们，我敢打赌，这只飘花镯你们肯定没见过，看，咦，美不美？这样的花色你们见过吗？再配上这样的种水，绝了！泼墨山水画，不是我的圈。真的很难受，姐妹们，这一条就有种水的紫了，上面还飘着一些绿色的小碎花，身材的感觉。哇，姐妹们，这就是咱们要找的手镯的，满圈的紫，太浓郁了。虽然说它的晶体颗粒感呢稍稍有那么一点，不过买种不买色，买色不买种，如果都买，咱的预算不够，就它了，紫色好看。靓仔，种一百，便宜点。3万8，这种越好点，就卖3万8了，不卖3万8了。便宜点，别逼我指你。便宜点，你自己看，不就是有色吗？太熟了，太熟了，给你某个的3万，3万也有点高，10000吧。干啥呀？我挖会走，听英语歌。好好谈生意，听什么歌？不是10000多块钱的东西，再加2000，12000，你看行不？不是差2000，随身垫背都是20000多的。那你刚才为啥要我3万呢？我让你看嘛。让我看，我看不到啊，我才给你讲价吗？我跟你说一口价，你不给我吗？你想一下，对吗？15000来呀，15000来，生棍你不行。那多少钱行啊？咱看也差不多就这价了。看这个紫有多紫？紫是真紫，就是晶体颗粒感有点明显。不是，要是再紫一点，纯好一点，38000你都买不到，一小节就38000了，那是蛮紫的。看在这一圈色的份上，我再给你加3000。真的要过二了？18000别过二了，我叫你一声大哥吧。我这都预算不够啊。我预算够，我就不来找你。哪一回预算够？哦，你预算够就不找我了啊？加油加油！预算不够就来找我了。哎呀，靓仔呀，我知道你，对吧？跟你做生意合作这么多次了，我知道你差不多就能卖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不缺钱，不差这点钱。哎，你看，卖了吧？那靓仔就是大方。没事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感谢啊，生意兴隆啊，感谢姐妹们。紫的，走，拿去取货，老漂亮了。紫罗兰是永恒的浪漫，神秘、优雅、高贵的代名词。